敢不敢不写作业了啊？你还敢不敢不写作业了？还敢不敢不写作业了啊？下班还费劲。爸，如果有人打你儿子，你会怎么办？谁敢打我儿子，我就打他儿子。啊，打儿子吧。知道为啥罚你跪着不？知道。为啥？因为考试考得不好。能不能长点记性？以后好好学习。能。爸，那你为啥跪着呀？我藏私房钱了，被你妈发现了。过来吃西瓜。哎，等会儿，让你爸先吃。看见没？这是我媳妇儿，对我好。好吃吗？不错，这家伙老好了。那你吃吧，看来还没坏。你咋想的呀？选出与其他三种不同的动物，鱼、小鸡、小鸭、白鹅，明显选鱼啊，你怎么选小鸡呢？这小鸡不会游泳啊。